请看坤卦见完整示范。请看坤卦见分解教学，日月争鸣，左脚叩步，身体右转，左手向下画弧，落于左肋边，右脚向外摆步成弓步，右手劲向外翻转推出，流星摆月，左脚叩步，左手穿至右腋下，右脚不动，右剑把稍提起，青龙反手，身体左转，左脚摆直，身体重心靠后，向左侧逆时针转圈，身体上下不动，左手放于右肋下，指尖向上，掌心向外侧，行走时左手不动，转圈时两胯抽住地，身体向东西，两眼看剑尖，行走时不要起伏，随转身剑尖指向身体左侧，剑尖与心口处相平，走圈时剑尖不要上下移动，请看坤卦见完整示范。